樊老，你先。。你们训练跟上综艺似的，这个不都闹着玩吗？啊，再说了，你们没上综艺训练出个啥呀？冲出亚洲了吗？怎么没出亚洲？我还打过一次世界杯呢。你都没有进过国家队，我觉得国家队做得对。哎，你那届世界杯也在亚洲办的，不也没算冲出去吗？那你的意思在亚洲办不是世界杯了？你别管在哪办呢，这么多年我就进过一次世界杯。哎呦，谢天谢地，可别提那届世界杯了，上去连输三场吧。哎，进过球没？没，没有吧？哎，我就不明白啊，说踢足球的，哎，门大球小人还多，你咋就不往门里搁呢？原谅，篮球教练，外行话，那个球门是大，但前面还得站个人呀，有守门员呐，人家也是国家队的，国家队和地方队不一样啊。你是知道国家队是有多厉害啊。哎呦，我确实不知道国家队厉害啊，你踢的都是啥国家呀？你们不说我还不知道这些国家队这么厉害呢。你以为我知道啊？我也是第一次碰到他们啊。也是。咱篮球啊不犯足球，哎，让观众投票吧，觉得谁说的漂亮就投给谁，当然也可以直接投给长得漂亮的啊。他说啥？老铁们，给郭子豪的队伍投票。